北京时间2018年8月28日2点30分，罗马主场迎战亚特兰大。初盘偏浅，罗马再无好运。主场基本面，罗马首轮联赛在客场1-0绝杀都灵，收获开门红。由于只有一个净胜球，红狼目前暂时排名积分榜第6位。本赛季罗马失去了那英格兰和一号门将阿利松两名主力，引进了瑞典国门奥尔森。中场位置则是补充了帕斯托雷和恩宗奇两大实力派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罗马上赛季意甲主场输了6场，足足比客场输多了5场，而总共28粒失球中就有19球来自主场。其上季的主场表现远逊色于客场。客队基本面，亚特兰大意甲首轮对手是升班马弗洛西诺米，结果球队在主场以4-0的比分大胜对手，并以这场胜利暂时排名第1。球队目前双线作战，周中欧联主场被对手逼平，新赛季6场比赛4胜2平，保持不败状态出色。亚特兰大最近4次做客罗马2胜2平，保持不败，而且他们最近客场表现相当出色，2场欧联资格赛客场均取得胜利，分别8-0狂徒萨拉热窝以及4-1大胜海发。客场表现十分强势，本场亚盘开出了罗马主场让半球一球的盘口。亚特兰大虽实力强大，不过连日多线作战，球队休息问题成为不利因素。罗马无需一周双赛，体力充沛，占据一定优势，客队实力不错，但是依旧未获过多支持，连日征战，体力也是个不利因素。后是亚特兰大保持高水受注，诱惑了不少玩家愿意对其孤注一掷，所以此役不妨看好罗马主场打响头炮。